好啦，哎呀，我们的大少爷大少奶奶回来了，嗨，又是你们的三锅粉丝啊。哎呀，天天吃啊你们。娜娜啊，你天天吃这个三锅焖汁，你吃腻了没有？老公吃不腻，爸爸做的非常好吃。Thank you, thank you。谢谢爸爸。爸爸，你看啊。你不喜欢吗？不是，你换个口味嘛，这天天吃着三锅焖汁吃了多少次？也没吃几次，吃了好多次。你看又是这个，吃不腻。然后黄瓜，这娜娜必吃的。喝这个。不要。对啊，哎呀，我爸，你别再给他买饮料了，我刚给他劝过，不要他喝饮料。喝。哎，不能喝了。嗯。问题就这饮料便宜，酒贵。爸爸真好。哎，你坐，你俩吃，我还是中午不吃饭。哎呀，大嫂回来了。哎呀，最近我看关心你们家的事儿人挺多的，东阳。啊，你就是说那个女儿那个事儿啊，给女儿钱的事儿，我觉得很正常呀，对不对？我养女儿不是很正常？我作为父亲，啊，这是我作为父亲的责任，对不对？对。没说你娜娜都没事了，没说你不正常，你得跟人家商量。他知道我以前给女儿对不对钱给6000，他知道，只是说我知道，因为我看他的。谢谢理解，谢谢理解。主要是不是那个雨欣下个月过生日嘛？我这两个月多给女儿2000块钱，就是每个月给8000，然后娜娜。看到就不高兴了啊！应该你跟人家说嘛，夫妻俩，你还给他讲一讲。你说我们中国男人啊，都是好男人，我们不能不闻旧人哭，我们光听新人笑了，是不是？是跟我们在一块的人都要手把手拉一把啊！你说他妈妈现在不容易，你说将来好了以后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雨欣是将来你的孩子的姐姐，是他姐姐，嗯、对啊。他是弟弟，以后他们也是一家人。对啊，我们还没生。哎呀，肯定是弟弟，肯定是弟弟啊。如果我们有小孩，对不对？那个我的女儿雨欣就是我们孩子的姐姐。对对对，我知道。娜娜懂事，娜娜比你懂事啊！你别把一小男人之心度我们女大丈夫之腹，知道不知道？但是我还是该给就给，就给6000。对不对？给，我自己有能力啊，对不对？我又不是说是降低我跟娜娜生活水平，是不是？人家娜娜没降就不给，所以你给人家说一下啊。知道，稍微说一下，我不是，哎呀，对不对？不是没说吗？说了，以后有事好商量。嗯啊，以后你将来我们也给点，啊，我们再多给点行了。啊，爸爸妈妈也给。爷爷奶奶呀，作为爷爷奶奶呀，应该的，对啊，将来你们的孩子我们也给，没事儿，嗯，然后马上把这个房子过给你儿子，叫杜肖杜拉斯阿拉斯拉维吉，啊，好啊，你女儿很开心，嗯，她又非常好爸爸奶奶。爷爷，对啊，将来你的儿子也有个好爷爷好奶奶。哎，我们还没生，谁知道是不是儿子？肯定是儿子，杜肖杰拉斯杜拉斯的危机。好，你也吃点饭吧，啊，又好好商量啊，弄得大家也操你的心。哎呀，大家只要不喷我就行了。哎呀，放心吧，喷你也是督促你，知道不知道？我觉得我做了没错，这叫做用心良苦。我觉得我做了没错，嗯、我错了吗？我养女儿错没错？都没错。娜娜，我养姑娘是不是好爸爸？好，没说你错，对啊、我没有错吧？我知道，嗯，对，就是你是夫妻得互相商量啊，我知道，这你就错在这个地方，好吧？好。另外再看看，我儿子又给我买了幅画，原来叫我去法国的，到法国我没去成，儿子遗憾。我那个蒙娜丽莎，哎，那幅原来的画呢？那幅画给他放起来，以后都轮流着挂，啊，像哎，你俩一样美，一样 good， 一样 good， 一样的吗？啊，我也来一个，我的笑神秘嘛，
笑一笑，蒙娜丽莎的微笑，笑微笑、嗯、笑，不能呲牙，人家就没呲牙。嗯，这个话题真像。嗯，这要是真的多好了，咱家都发财了。真的，我们就进去了，还真的，真的，我们一家人都进去了。咱家祖传了嘛？祖传了，那是法国，我们家，我们家是法国人吗？法国来的吗？法小法小，好，赶紧吃饭吧，宝贝儿。以后记得跟你好好商量商量啊。嗯，一好好商量啊。嗯，别让人家喜欢你的人操心了。好，谢谢大家操心，谢谢大家的关怀。老公，吃饭，吃饭，老公。吃饭，吃饭，打扫。可以带一瓶酒喝了呗？哎呀，不喝，喝点呗。不喝。哎，今天他带上帽子，看有营运了。今天去健身了，好久没健身了。好，别疼。啊，以后别着急，以后我没也得，我跟他妈的多给他弄点，然后再不疼不疼。不要多给，咱们给一个固定数目就行。要不然确实啊，也不知道多少钱能花在女儿身上，这也得注意一下。呀，这花在她妈身上，那么花了姑娘一分钱都高兴。她妈花不是给她姑娘花，那姑娘养的多好，你得相信人家，乖啊，不要怀疑一切。嗯，听见没？啊，你给的是你们给的，是爷爷奶奶心意。啊、我当爸爸给是爸爸的心意，不一样。这不是心意，这应该的，乖。对，应该的。嗯，知道不知道？人家给咱看咱孩子不易。一个人啊，你的箱子，爸爸妈妈作为就是我女儿的爷爷奶奶嘛，对吧？应该要给一点，对吧？嗯、你不生气吧？我不生气，我不。人家会生气。我不像你。你想多了。见习用者的这样。他妈妈会给女儿用的，知道吧？他就是女儿的保姆，好不好？不是保姆，就是女性妈妈。好好说话。他们还是姊妹俩呢，和俩姊妹俩，好，他懂就行啊，没事没事啊，行、嗯、啊，没事啊，多吃饭吧、嗯、啊，好，叫人家操心，还得骂他啊，跟他骂行，无所谓了，大无所谓，你就是错了嘛，好吃不好吃？好吃，你就多吃点啊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大家关心。好、哦，谢谢大家关心 啊！不要再谢谢大家关心，不要再喷我了，骂他，会喷他。嗯，还是健康吃。嗯，记住雨欣妈妈，记住不是保姆啊。好。啊，大气点啊。好。嗯，我还不够大。还要大气，知道吗？好。嗯，吃饭。我又说他了，谢谢你们，要不没你们我不敢说。那就你们好好吃饭，好吃啊！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哎，萨瓦迪卡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评论哦。